今日非常榮幸咧，嚟到一個好特別嘅畢業禮，全部畢業生咧都係嚟自大韓韓國語專門學校，而唔少學生咧更加要準備報讀韓國嘅大學。新人點解你會揀讀韓文嘅咧？因為香港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學多種語言對我們來說都非常有幫助。至於我選韓文的原因，是因為韓國的經濟越來越好，學完韓文之後對我們的發展機會都更加會多一點。因為韓文很有趣，它的發音很特別，跟廣東話有點像，還有最重要，我本身很喜歡韓星，很希望可以在沒有字幕的情況下都聽得明白他們說什麼。因為現在的學生個個都懂講普通話和英文，如果我學多種語言的話，可以豐富我的知識之餘，還可以令我的語言能力是比其他人優勝，在我找學校甚至是找工方面都有優勝之處。選讀韓語可以有很多理由，但選讀大韓韓國語專門學校理由一個就夠了，因為他們是港人港情品牌大獎最佳韓語學校品牌大獎的得獎者。創立於2006年，是香港教育局正式註冊韓語學校，這裡的課程多元化，有興趣課程至專業課程，一年制和全日制韓國語專業文憑課程，通過密集教育及訓練，學員一年之內就有能力考取韓語能力試六級水平，畢業之後校方可以推薦學員升讀韓國有名的國民大學。今次得到最佳韓語學校品牌大獎，想問有咩得獎感受咧？굉장히기쁘게생각합니다앞으로도한국어보급에힘쓰도록하겠습니다기회는준비된사람의것입니다한국어를배우면기회또한많아질것입니다화이팅